之后发现家里出现了一个很可怕的画面，你要选择 A 一千只小蟑螂 ，B 一只比人还大的蟑螂。三二一，比我大的蟑螂。比你大的你打不赢啊！就跑走啊！我就先你不要那个家了，搬家，直接离开。一千只是你还会住在那个地方？可以驱散他们啊，至少，所以至少你有事做。那么大比人还大，你是就是打不赢啊！那灭蟑的喷一罐他都没感觉。他说完全没事，我没有想到，好痒，你想的好仔细，完全没有想到之后要如何应对。一千只很可怕，你是不怕蟑螂吗？我不到害怕，就不喜欢，但不会害怕。OK， 那什么东西出来，你是大少女尖叫的鸟啊？鸟？对，任何鸟类。